您正在收看的是新西兰报中心之窗试点。9月29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暨中秋节招待会。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奥克兰市长维恩布朗以及新各界人士、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各国驻奥克兰领团代表等近350人出席。来宾们共唱两国国歌，盛赞中心友谊，现场气氛喜庆。Mr. Wei Brown, Mayor of Auckl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dear compatrio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enakoto, Tenakoto, Tenakoto Katoa, good evening.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have you all here this evening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74th anniversary. 在致辞中重点回顾中国新时代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详细介绍今年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良好态势，强调中新关系长期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前列。近年来，双方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相信两国关系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奉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Honored to have Mr. Wayne Brown, Mayor of Auckland, and the guest of honor, let's invite Mayor Brown to come up to the stage to deliver a speech.布朗市长在致辞中首先用中文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祝福。他表示，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8年双方签署自贸协定后，两国经贸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已连续多年是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广州、宁波、青岛与奥克兰保持有成交往，新中开展互利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他并感谢驻奥克兰总领馆及在澳华侨华人对促进中新关系发展做出贡献。Who was invited along with 40 Chinese to attend? Enjoy the night. 谢谢大家。
呵呵呵。